听说董事长你以前也很 TK 不相信这个。对对对对，这是国主跟我妈妈托梦，是托梦，不是叫他来这里，是去高雄去参加一个老人会的游览，阿公自然就会有一个老人会拿一块地给你，那一块地就是我国主要去的。欢迎收看超派人生，我是主持人超哥，在我身后绝对是全台湾占地最大腹地最广的私人会所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的露营车后面这一扇门往后，有十甲的土地，都是这个私人会所主人的，等于是他拥有了一座山啊。这里的环境整理得非常非常的清幽，视野非常的好，它的每一个地方都经过主人的巧手装扮，每一棵树都经过修剪哦。没错，他有专人在照顾这座山。一般人都是装潢自己的房子，对，他是装潢一座山。没错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么狂。这里的主人呢，就是有台中土地公之称，精英开发洪以彦洪董。洪董他自己本身就是台中的传奇人物，因为台中有七成的土地都要经过他的手开发整合。洪董在台中有一间酒店，是国际知名的，叫做万丰酒店。朱飞本身也是万丰酒店的爱好者，因为我们每次去台中出差的时候，我们都住那一间酒店，而且。听说这个私人会馆里面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台中土地公洪以彦洪董到底他的招待所有多大、有多狂、有多少神奇的事情发生在这里。超派，在我身后就是洪董的私人会馆，这是度假村的吧？所以刚刚讲说装潢一座山，不是在开玩笑的吧？绝对不是在开玩笑。你现在看到这所有一草一木，就是他们亲自，下去监工、下去设计。这里面的房间、它的备品、它的东西都是照万丰酒店的规格去打造的，但是它有一项万丰酒店没有的优点，就是它有一个温泉。每一个房间都有温泉，都有汤屋。这边的汤屋呢，就是基本上都是会有那种营业水准，跟阳明山啊、乌来那些汤屋真的是有得比。那我们就带大家进来看看，听说它这里面有很多在整理这座山的时候发现的神奇宝贝。其中有一个石头最神奇，带大家来看看。洪董说，在整地的时候发现一块陨石，所以它的磁力非常的大。你看，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，哦，要拔起来。对，而且这一块，哦，很重，这一块我估计应该有十几公斤吧。把它带回家。这就是当初这个被雷打到的树，洪董把它的一段取下来，这个白色够气派吧？很气派，而且很有艺术感。它的树枝就做成这个椅子，然后树干就分成两半，做成左边跟右边的桌子。所以你看这棵树有多大，会有这一座山，会有这个会馆，会有这个园区最大的一个因素，因为这里就是佛祖指定要住的地方。在二楼这个佛堂，你一眼望出去，其实你就会觉得心情会很觉得很平静，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祥和，然后心情可以沉静下来的地方。啊，你老婆已经在后面度假了，你看这适不适合王美昭？还是仙女啊？这个汤屋其实可以让你最大程度的亲近大自然，顶都是挑高的，然后再配上这个原木的间隔，还是保有一定程度的若隐若现。这边的整个设计感是完全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度假村的概念，就完全像让你像在饭店一样。你不觉得登上这个三楼以后，很心旷神怡，一眼看出去，对，就觉得很漂亮。当天气好的时候，你可以远眺这整个城市的夜景。
而且这里是没有光害，所以你抬头看天空的时候，其实它的满天星斗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晚上从下面看上来，这栋建筑也很漂亮。对，因为建筑物在设计的时候，它的灯光跟打光，其实让这一栋建筑物看起来其实是很古典优雅的，静静的处在这个山里头。怎么会有人愿意在这个山里头，然后做这样的投资或是这样的建设？那我们就让洪董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这边会从原本的荒山野岭变成一个世外桃源？走吧。赶紧给起来电话看一下。我知道你现在比较少时间运动，太阳晒。你看洪董都知道，身手矫健应该是爬山专业户。你从这个门转身往山上看，全部都是他的。对，然后吼，这个门的对面的都是我的，那对面都是全部都是这种嘛哇。本来这里也是荒烟漫草，后来我把它整理出来一颗大石头，然后跑出一个乌龟头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那有没有像一个头？有啊，有一个嘴巴。对，然后面对那一个那个桥，这什么桥你知道不？这叫做孤爪修马口。只要有人不好的人、不好的物件，他就会对着他把那个物件修掉。修掉是啥？大家注意看，这粒吼，那一个葫芦一样，一背着一个葫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你看这粒石头无？伊是拢乌色的，结果才翻倍。伊讲吼，伊在等佛祖来，你的佛祖已经到。你爱要佛祖刻起哩，这个背的所在就是要刻佛祖。然后在刻这个的时候，这里全部都天然的，只有一个地方眉毛，只有眉毛是我刻上去的。注意看，这个所在。因为在刻佛祖的时候，一共把它刻个眉毛，让它更神奇、更神。你是帮这只神龟刻双眼皮，对，让它炯炯有神。我们从这个桥来看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、六层、七层，七层佛陀，你看呢？拍过去，你就会看到上面是一个元宝山，然后经过这个水这样流下来，又有元宝又有水。这个山是石头，像玄武一样，当你的瓦骨。哎，瓦骨。龟头还在前面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神龟啊！神龟啊！神龟。我只能说，我在这里哈，是就是因地制宜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就挖什么东西。在当时挖起来的时候，这些石头在这里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。洪董设计的理念是不是尽量就是就地取材？对，你这个地方有多大？九公顷多。九公顷多，哎，听说十甲对不对？哎，一甲三千坪，那就是三万坪。那有什么石头就把它砌着这样一道一道的墙？这个每一个石头都是在这里切起来的。每一个石头，阶梯有一万层，有，哎呀，但都还得是有精力啊，啊，这得是无精力啊，这个就是荒烟漫草，荒烟漫草就长这样，哪有石头，在哪里看不到，对，对，它藏在里面。这边的河叫潺潺流水，那一边叫一层一层的瀑布。所以我的右边跟左边是两个溪流交界，这个水流的这一边是别人的，水流这边是我的，所以我这边整理好了。讲这种话也不容易。对啊，他说你现在看到都是什么路跟什么路啊？对，这一条溪过来都是。对，这长的是几百年前比较淡啊，佛祖在那里，哎呀呢，浪晒安尼对吧？所以他在几百年前就在那边等了。这一棵是榕树，在你这样绕一圈，你有没有看到榕树？没有，没有，对，没有。你看，就这一棵，这个叫地虎，它好像在欢迎佛祖来这个地方。对，在欢迎佛祖。落成日子拜百贺啊，哪一天要落成？结果你知道吗？整个榕树全部叶子掉到连几叶都无，我就足紧张啊，紧张十天尔。对。开始冒芽，刚好赶在你落成之前。对，全部都是换新衣。这个老师公这的是这个有时也换新衣，来迎接佛祖。迎接佛祖。所以很神奇的，对，他知道佛祖要来了，把所有的新衣换好，等待佛祖，欢迎佛祖。老师公接着有换新衫。刚才说的地虎在那边，对，所以那个老师说天龙就是地虎的另外一面。来，天龙就在我们的眼前，那里有一棵榕树，你没有注意，你看不到。你的正前面是不是一棵百年老树？对，百年老树上面有一棵榕树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它的头在那里，
这是他的身体，他是盘旋在这一棵老树上面。你要从上面长下来，再从下面个坡起，你看你有厉害不？老师讲你去讲吼，实在不简单。所以你那时候找这个找多久啊？都找不到、啊。没有啊，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啊，是那个老师说一定有。所以我们来到他用螺杆啊到这边旋一直旋转，他说在这里。哇塞，来这边看了说这里是风水宝地，有右白虎，那一定有左青龙，大家来找一下。对对啊，他是说他是天龙，所以从天上长下来的龙。重点是我在挖井，我在这里挖一口井，这一口井在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面有天龙，当挖这口井的时候出来的水都是乳白色淡淡硫磺味。我们讲啊，这是要哪用啦？这要哪啊？用乌钱的人，我就讲你，我讲你无用乌钱哦，我无啊就要扣钱。伊讲你老一礼拜啊，水就清啊，两礼拜嘛无清，搁老一礼拜、三礼拜、四礼拜、五礼拜，老两个月拢无清，结果可以化验，是正常温泉矿物质的四五倍。啊，然后那个老师说，啊，你我这没温泉，伊讲无，你这没温泉，你记的比温泉较好。我是啥？它叫龙涎水。在他嘴巴下面挖一口井，这是伊人龙王老底家。你先洗家，先洗家。好，接下来洗这边。哦，滑滑的。再洗，越洗越滑，越洗越滑。来，你看这边刚才是清的，你看是不是上面是？马上变白色。乳白色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正常的水，这个就是龙涎水。龙涎水。哦，你看马上变白啊。来，这难得。哦，我妈妈的那个老南方拢细细甲，拢无老南方啊。你带注意，硫磺味好重。你不要哦，这个天龙真正天龙。哦，你讲啊嘞，真的会拍到起鸡皮疙瘩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开箱一个地方，体力负荷那么大，真的，全身都是汗。好，请看。哇，安尼是无同。哇，前朱雀，这远远的就是朱雀。朱雀旁边有个河，引朱雀而来啊，所以要有一个平原引朱雀而来。而且平原是咱一粒铜钱，像古时候铜钱的字，又类似有点聚宝盆的那种感觉。古早时阵哦，你捌看过三合院无？啊，三合院头前有一个埕有无？对。那个埕就是要引朱雀，那埕愈大，朱雀愈大。埕的时阵，拢有一个半月形的小水池，就是要引朱雀而来。你晚上你是不是看到那种夜景？就像一颗一颗的宝石，这是天然的风水宝地。对啊，真的很惊艳。对，而且这个山势还有这个平原，这个是没有办法人工去做的，这没有办法人工改变。后玄武，这个是整个弄石头，整个山弄石头啊，所以说吼玄武就是要玄武岩那样坚硬的物件，所以后玄武。听洪董公公，自从他有机缘拥有这个地方以后。整个运势大开，对对对对，运势大开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。你知道槟榔树什么意思吗？槟的意思是你来的来宾，所以他去外靠站一个，滴滴滴的宪兵卫兵里也站一样，所以槟榔树可以欢迎贵宾来，又有是卫兵站在前面的感觉。我这个所在吼，左右旁边有两侧的百万大军，每一只槟榔就像一个士兵站在那边。来，你看这石头出来了，细细格格有无？有没有？好像切过一样，都天然挖出来就。董事长，你这边前后花了几年把它整理成这样？差不多两三年，两年多，因为它不能一次整理完毕，因为我要申请是整坡，整坡它规定是一次是2.5公顷，所以我要整理好，啊，让它验收完毕，再整理第二次。听说董事长你以前也很 TT， 不相信这个。对对对对，这是国主跟我妈妈托梦。是。托梦不是叫他来这里，是去高雄去参加一个老人会的游览。阿公自然就会有一个老人会拿一块地给你，那一块地就是我伯祖要去的。阿姨参加的时阵，真正有两个老人阿伯就坐在伊的边啊。哎呀，阿就甲问讲，我有一块地吼，阿恁敢有朋友啊，有啥话啊，会当阿我买安尼啊？伊就想去找别人来看，看有人要买无？结果伯祖阿托梦讲，你免找人来看。这个就是我要去的。阿姨的阿公，我也没钱啊，是要怎买？自然就有钱，就是他在以前在屏东投资的一块土地，结果人打电话说要买啊买啊，阿姨但分我就钱，伊就摕这钱去啊，去高雄的老人家，啊，无这钱啊，你买，那老人既然说好，然后过完户以后，三天后老人死掉，所以等于交接完毕。交接完了以后，这里荒烟蔓草怎么住？他就把他的房子拿去贷款，
然后去整理，因为佛祖说你赶快去住，赶快去住，赶快去住，身体就会好。结果他真的来这边哦，看到一个，等一下会看到金狮祖，在金狮祖下面有一个佛扎处，哎，禅海，米处哦，禅海。再从禅海里面，拉皮现在就住在那里。这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，因为之前是行动不便嘛。哎，对。当初董娘要来这里的时候。董事长是跟他讲，你不要来啦，你在中山医多方便啊，如果晕倒要看医生多方便啊，结果他反而来这个地方，身体变更好。这个就是您说在黄岩蔓草里面找到的残骸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又把它 keep 起来，它只有这样而已。哎，它这样，哦，只有到这个腰带而已。腰带从那个腰带到这个腰带，对。其他是拉出去的，为什么发掘到这个？对，来，你的右手边这个叫金丝竹，它被这个竹子哈盖住，所以把竹子拿残骸拿走，先得发现到房子的残骸，这个是整个都不一样，你要摸看看很滑，哎呀，是真确实实的竹子，它不是我涂上去的，对，是真的，所以这个叫是金丝竹，它只会长在有灵性的地方。哎，一到没有灵性的地方，它不会长。我朋友有把它挖，到他们那个台中去种，也有人吸掉了。难怪董事长说把这边整好之后，事业运。哎，哦，做好诶，地也未歹吼，你的温度也未歹啦。刚刚经过董事长的解说以后，就会知道传说中的风水宝地是怎么样形成的。那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杰作，但是经过董事长的巧手装扮以后。就会变成现在的模样，变成一个世外桃源了，也算是达成了一个里程碑啊，开箱了一座山了。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敢说，这后面你看得到的都是我。刚刚董事长说，这个乌龟是在镇守这里。对，没错。脏东西靠近就进不去。没错。今天晚上阿瑞开过来的时候迷路了。所以你是脏东西吗？还是你遇到脏东西？他的车子太脏。我想经过今天以后，有些东西也不由得我们不相信，真的有天然的风水宝地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带你看见台湾，我们亲眼看见最厉害的风水宝地，最厉害的招待所，超棒！